係 Rachel 啊，最近我訂咗個好靚嘅拿破崙蛋糕，即刻試下味道如何先。依家拿破崙蛋糕網店可以按客人要求訂製字母造型，上面充滿水果同食用花，好靚啊！仔細睇蛋糕有三塊酥皮，加埋有幾百層千層酥噶。店鋪話呢個蛋糕咧係好易切嘅，等我同大家實測下啦。真係幾易切同好鬆脆。好香牛油味喎，去埋中間啲吉士咧，仲好味。店铺最近仲推出圣诞限定蛋糕，造型有好可爱嘅姜饼人，中间用咗芝士酱同无糖栗子蓉。除咗原个蛋糕，仲有散装买，惊食唔晒或者做散水饼就啱晒啦。想知更多 ，click 入内文睇详情啦。Yoo-hoo！